Hello，各位模型大人，大家好，我是皮蛋最喜欢模型的阿燕，然后也许我曾经也是最喜欢 AVA 的阿燕，然后终于今天可以看了，我们就来直接开箱一下亚马逊，这个叫什么？亚马逊 Prime 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扫它的 QR code， 然后呢，扫它 QR code， 然后呢，要登录账号，我账号是什么？好，登录账号，注册装置，好装，成功，所以这样可以看了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好像可以看哦。我要看 AVA 在哪？E B。怎么第一个是20股吧 ？EVA 啦，哦哦，可以看哦，开始免费七天试用，好，免费七天试用，哇，这个开箱怎么那么久？我以为一下就搞定了，可以吧？立即观看。什么啦？这是什么广告？不要给我广告啊！これまでの